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小婴儿来到一家啊这个快餐店，快餐店，那个这个小孩子这个时候很小了，抱着这种婴儿了，嘴巴很渴，啊很渴之后呢，他的快餐店呢都是卖那些雪碧啊啊可乐啊不适合孩子吃的，这位妈妈呢，终于呢发现这个快餐店当中呢有一台饮水机。 看见之后就跟那个服务员说：“服务员，麻烦你把这台饮水机给我们倒杯白水好吗？”那个服务员一看他不买东西，马上就说：“饮水机对内的，你们可以买可乐、雪碧。”哦，服务员对不起啊，那个孩子啊，这个孩子他不能吃这些东西，不能吃东西。你能给我一杯白水吗？拿杯子来。哪有杯子啊？一看饮水机边上有这种一次性的纸杯。 完就，哎，服务员，能不能把纸杯给我啊？嗯，我我来买吧，我花钱买吧。对内部供应，不对外部供应。好了，气得嘞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妈妈抱着孩子走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妈妈呢就跟隔壁的邻居聊起了当天的事情。邻居呢听了之后非常气愤，这家店太刻薄了，我以后不去了。这个邻居的。 隔壁的又是一个中学的老师，学校呢就在这个快餐店的边上。一到中午的时候，所有的穿校服的学朋友小朋友全部排队在他们快餐店买东西。那么上课的时候呢，这个老师呢就说起了这个事情。说起这个事情之后呢，同学们听了之后说：“这个店这么没良心，一杯水都不行，以后我们都不去他这家店了。”好了，快餐店天天开门。 但谁也说不清楚，从哪天开始他的生意变得冷冷清清了。而且以前餐厅天天爆满，尤其是穿着校服的学生排着长队。虽然商店为了改变营业状况，推出了很多的啊有奖就餐、套餐打折、赠送礼品，但是店里照样冷冷清清啊。 这个时候，在快餐店边上又开出了水饺店呐、面条店呐、豆浆店。终于有一天，这家快餐店关门了。当员工收拾东西离去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不幸的结局，可能就是一杯水的冷漠呀。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没有看到后果，并不代表它没有后果。在家里多说几句温馨的话，这个温暖的家就形成了。每天骂一句，时间长了，你的家里就结冰了。所以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每一个破散的家庭，都是你从开始的冷漠。 到最后的结果，希望大家珍惜姻缘，用出自己心中的温暖去感染别人，去让别人得到更多的温暖。这就是学佛人的心，这就是慈悲心。